本农族的老人林渊源哦，在玉山国家公园南安管理站做巡山员已经有25年啊哦。因为对山甲乌熊的爱好，最近伊是得到这全球优秀爱心奖。农村林恩冠得到青海布上书世界会全球优秀爱心奖，在玉山国家公园花莲潭岸管理站做巡山员，有25年资历的林恩冠，以布农族的山拿智慧来保育得到肯定。我这次得到这个得奖是只能是高兴而已啦，啊，只是要感谢我的祖先啦。画面中摄到的珍贵景象，台湾最多台湾登中山羊加台湾乌熊，就是林恩冠带研究人员去山顶所观察到的真实景象，也提供学者研究台湾完整的山拿生态系。林恩冠阁用祖先的智慧结合家己的想法，设计抓熊的陷阱，和研究人员会当进一步了解台湾乌熊。台湾熊为什么没有办法抓到？它像国外的熊是比较好抓，我们台湾的熊真的要抓在哪？就是才可以这样的研究，是啊，到底这个熊要怎么抓方式了。林恩冠在玉山国家公园南安管理站服务25年，对山拿甲乌熊的爱好以及无私贡献的精神，受到民间团体肯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